欢迎您在下午收看未来足球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，这是一场令人期待的较量，两队的球员登场了，现场的气氛令人热血沸腾啊！阳光明媚的比赛日，这样的天气进行足球比赛可以说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两队交换场地，一边再战。转身后，突然漂亮，马尖尖的脚感非常出色，对手的运气真是不错，不过射门的确打出了很高的水平，怎么能让对手这么轻易的射门得分呢？这个球被对手抓住了机会啊，率先破门，他们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，很有想象力的传球，哎呀，这球有了，这球进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平地起惊雷啊，确实顶得不错，对手在这一次的争顶上占据了上风，怎么能让对手这么轻易的射门得分呢？这个球被对手抓住了机会啊，再下一城，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啊，就地展开反抢，进攻向左路发展，想法不错啊，打门了，球进了，漂亮的射门，对手的运气真是不错，不过射门的确打出了很高的水平，怎么能让对手这么轻易的射门得分呢？这个球被对手抓住了机会啊，大比分领先，他们已经可以提前回更衣室洗澡了，漂亮的假动作，转身后直接好球，这个球足以入选本周的十佳进球，防守队员在那一瞬间仿佛在思考人生啊，哎，防守出现了漏洞，被对手抓住了机会，遥遥领先，他们不会遇到比这更容易的比赛了，将球截下，及时将球拦下，打到右边，这种踢法很催眠啊，准确的预判，长传制走，长传，连续的传递十分赏心悦目，长传制走，打门了，守门员今天简直是神了，门将准备开球门球，这过人就像在过凌晨四点的马路啊，将球断下，准确的预判，
塞。打一脚，球进了。这球他还真敢射，射了还真敢进。防守队员在那一瞬间仿佛在思考人生啊。确实顶得不错，对手在这一次的争顶上占据了上风，大比分领先，他们已经可以提前回更衣室洗澡了。对方是Oh man, I still go, go